real winners, real prizes， 真实的赢家，真实的奖励。可以看到，这个用户赢得了一台 Xbox One， 这个用户兑换了$25的被保现金。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网站平台，名称为 Perk。一句话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平台的网站原理：玩游戏、观看视频、回答问题，获得 Perk 点数。Perk 点数快速增长，将它们兑换为真实的奖励。从数以百计的礼品卡、被保现金，以及更多奖品当中选择你心仪的礼品进行兑换。大家好，我是 Roderick， 我的频道专注于海外网站方式的分享，订阅 get 更多海外网站技巧。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网站的注册部分，可以使用 Facebook 进行注册，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子邮箱地址进行注册。注册页面非常简洁，填写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密码、确认密码，点击 Sign up now 进行注册。 Perk 这个网站在 Foxy Rating 这个网站上的排名如何，可以看到 4.5 分，有一位用户的收款截图，那么他总共收到了$107。好，我们回到这个网站，首先介绍屏幕右上角这个部分，铃铛代表系统发给你的通知消息，点击这个地方进行查看。这个地方显示你获得的 Perk 点数，这个平台是以 Perk 点数来兑换奖品的。好，我们首先来看到 Watch and Earn， 观看视频获得点数。好，这里有一句话 Bonus videos are unavailable at this time。那么目前这个时间段呢， Bonus videos 是不可用的，那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向大家展示，但是它上面提示到啊，可以获得高达10个 perk 积分。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它推荐的一些 offer， 这个 offer 呢我不推荐大家做啊，因为在国内的话受网络的原因可能会导致你没有办法获得点数。我们直接来看到 Daily Scratch这个板块，需要你完成每日任务来获取相应的 perk 点数。我们看到这个 Daily Slide Show， 这个任务需要你探索网页，你点击 Get Started。 那可以看到呢，它这个网页探索呢其实是自动开始完成的，这个位置会有倒数计时。那么我们趁着这个网页在倒数计时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网站如何进行收款，也就是兑换礼品。这个网站最大的优势在于啊，$1就可以起兑礼品，当然呢这个$1对应的是亚马逊的礼品卡，需要1250个 perk 积分，同时还包含 best buy gift card 还有其他种类的礼品卡。我们重点来看到被保现金如何进行兑换。如果你想兑换被保现金，很简单，点击 paypal 这个栏目，它会自动对应到被保这一栏当中，那么可以选择对应的金额来进行兑换，9000个积分对应$5。如果你拥有足够的积分，那么点击这个 redeem 进行兑换。如果你注册 perk 这个网站使用的邮箱就是你用于被保收款的电子邮箱地址，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进行兑换。如果不同的话，那么在你兑换的时候呢，需要将你的被保电子邮箱收款地址填写在弹出的一个表格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地方，我已经完成了这个网页，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点击 claim。 好，这个地方它提示到啊，请允许几分钟让你的这个点数来到账。我们刷新一下 perk 这个界面，那么我们的点数已经到账了啊，这个点数很少很少，个人呢也不推荐这种方式，但是呢它的好处在于啊，你完全不需要去操作它，只需要把网页放在后台就可以获得点数。好，这个平台的任务呢，有些任务比较容易获得积分，有些任务呢难度则相对较大一些，时间的关系就不为大家做详细介绍，那么大家可以自行下去探索，选择适合自己的任务类型。我们最后来看到这个 watchper.tv 这个任务怎么做。首先我们需要关闭浏览器的 Advertisement Blocker 这个功能，
阻挡广告的功能需要被关闭掉。这个板块通过观看视频来获得点数。好，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录制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评论。网站方法开发不易，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不妨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的创作。如果本期方法有帮助到你，不妨将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